好，翻嚟第五節嘅俾你漫步必殺技古巨基。咁睇翻由先啦，話 TVB 臨尾出嗰個 license 啊 ，copyright 啦，話2003年廿一年前嘅作品啊。咁啊，呢廿一年咧，咁大家都覺得好快啦。話2003年即係話我哋啊，真係七一上街大遊行啊。哇！呢21年真係發生事多啦。咁啊，2003年之後咧，真係唔好話中共改變咗佢哋個對港政策啦。咁啊，淨係2003年之後，跟住慢慢啊，曾蔭權就上台啦，即係好似2005年上台。咁跟住就開始啊，就穩定咗個樓市啦。然後有啲投資移民計劃開始 launch 出嚟，於是個樓市開始喐啦。咁啊，我都講過啦，我都識得好多呢啲即係最受即係當其時呢一個投資移民受惠嘅人嘅，話買層樓600萬咁啊，升到屌幾千萬，哇！然後仲要合家無端攞曬香港身份證、特區護照，好嘅。咁啊，嗰啲啊真係人生勝利組啦。咁而家就而家又有唔同嘅玩法嘅嚇。咁啊，跟住就曾蔭權，即係而家啲人就話佢咩啦，唔撚做嘢啊，唔揾地，唔做地。咁其實嗰陣個發展局局長就叫林鄭月娥啊。咁令到樓價起得咁緊要，於是乎咧有條友攬手執個熱錢堆啊，一本筆記簿、一支筆、一張凳，竟然有人 buy 喎！屌你老尾啊！咁啊，於是乎咧就種下咗即係嗰個禍根。仲要嗰啲嚇係左翼。係啊！屌你乜戇鳩，唔係某程度咧。去到一個位咧，好極端嘅時候咧，香港真係咁，我覺得左翼咧，即係有啲左派思想啊，有啲社會福利嘅諗法都係合理嘅。咁但係地產霸權，咁啊，唐英年呢班二世祖就係嗰啲嘅代表。但係咧嗰陣時咧，我哋已經心中知道啦。你問題就係、是、梁振英呢個人個風評啊，你淨係知道，你知道大鑊啦，咁樣做嘢，即係唔係唐英年對面嗰個就睇得好啊？係咯，無視規矩，唔係而家諗，你諗而家差唔多眾口一詞都認為曾蔭權係最好嗰個添，咁點解啊？起碼佢頂住咗有啲嘢，即係香港都未散啦啊！咁啊跟住一步一步咁樣踩落去啦。嗱，其實好多社會問題，譬如梁振英在台上面的時候，為什麼我們會有個佔領運動呢？因為有831，為什麼有831呢？咁大家其實都要想一下，不是無緣無故的，其實是有人說我們是港獨嘛。OK， 咁啊嗰個，而且在嗰陣時最 friend 嘅阿張晨啊，而家都落咗鑊啦。張曉明，咁係咪會逐個落鑊呢？啊！咁我而家唔得閒搞嘅，我同大家講，唔好咁，即係呢啲嘢我一定睇到嘅，一定睇到嘅，真係唔得閒嘅啫。而家啊，你香港搞到今時今日，你稍為有啲智慧嘅，即係而家有權嘅人，我成日覺得你能力係點樣，嗰個都唔係重要。你如果真係能夠喺即係做官啊嘛，你做，你諗下香港人，唔好話你擺喺個優先啊，你肯諗下香港人咧，都未至於咁。個心地唔好，係啊！你肯諗下香港人，你都未至於咁。唔好話擺佢香港人優先添，我哋你要顧住份工啊！咁就係搞到咁啦。但係佢都有啲嘢會殺制喎。例如咧，即係嗰時國教啊。哦，係啊！哦，你話嗰個梗係啦，嗰個就醒得太。嗰時啊。所以話呢個屌林鄭月娥真係含得冧在眉糖咯。都仲有限奶令啊！真係唔係因為你淨係國教咧？喂，真係因為嗱，呢個世界話點解咧？佢係貪啦，佢係狠啦，係夠辣啦。但係咧，佢都唔想打爛個活啊，因為要揾食啊，佢唔係心地好啊，要揾食喺度。而嗰個咧，跟住嗰個就大鑊啦。佢覺得喂，屌你老母，我為香港，佢真係覺得自己咁樣啊嘛啊！因為加上自己啲 ego， 屌你咪話搞成咁咯，係嘛？唔係，我係講而家嘅嗰啲過去嗰啲，我唔講。喂，而家嘅。咁你稍微諗下香港人，你就都總係可以有啲可以做好少少嘅，咁就做到係往最差裏打啊，嗰度大撚鑊喎，係嘛？咁所以其實喺2003年之後咧，嗰段日子我哋諗住都某程度叫做係 OK， 而家諗翻其實嗰陣時都好不快嘅，跟住有好多譬如話有咩短裝啊，又夾硬過你個高鐵啊，係嘛？好啦，跟住有咗啲比較激進啲嘅人民力量啊，大家後來有啲再本土派，點解會人民力本土派都仲會再激進啲咧？譬如喺2016年嘅選舉入邊，會
啊，會咁樣玩嘢咧，所謂係嘛？其實就係佢哋自己作為一個政治人物，新嘅又好，亂嘅又好都好，佢覺得佢咁樣玩嘢咧係有市場啊嘛。OK， 於是乎你咪咁做咯。咁點解會有市場啊？其實一步一步咧，即係逼引出嚟嘅啊。你個政府咧喺見到問題之初嘅時候就已經唔去解決，咁啊結果你好似2014年嗰單嘢散咗之後，喂獨立調查委員會冇，2016年魚蛋革命，哇暴動定性再拉，係咁喺度壓落嚟啊，咁結果咪去到2019年咯，係嘛？咁你話而家又係咁壓落嚟又得唔得咧？唉，真係天曉得啦。好啦，咁啊曹敏利好靚。OK 嘅，我都其實唔係好知係邊個，因為二千年頭嗰啲，我真係識廣州公關就知，好似嫁咗有錢佬咁係嘛？我又唔知道。OK， 好啦，咁啊又一單網上情緣，咁呢一單咧就喺外國嘅，係嘛？咁就係馬里蘭州個82歲嘅老翁迷戀神秘女網友，點知咧就俾對方呃曬畢生積蓄，跟住啊屌佢搞撚掂自己，走上絕路。嗱，我就唔會點樣好笑嘅，咁其實咧，即係啊，人無論幾多歲都好啦，佢就尋求嗰個心理嗰個醫會啊。有啲人啊，好似而家又點解走上絕路咧？佢除咗俾人呃曬積蓄之後咧，佢真係已經投入咗落呢一個虛擬嘅女友或者男人嚟噶個感情入邊，然後突然間話呢個咁都唔係，佢冇愛過你啊，冇呢個人啊，甚至乎真係接受唔到啊。好啦 ，CNN 報導呢、這個 Dennis Jones啊。在 Facebook 認識了個網友叫 Jessica， 未見過一面啊，點知啊真心愛上對方，咁佢咧就喺今年3月絕望下自殺身亡。佢 send 俾佢啲仔女最後嘅 message， 寫住：我有啲黑暗嘅想法，我認為生命已經完咗啦。當然我財務都完咗，破產、法律同埋所有廢話都廢咗啦，好痛苦，無法肯定係咪能夠忍受落去。於是乎咧。阿鐘咧啲仔女咧就打算翻，喂同師兄講咧，喂收到老豆咁嘅嘢喎，即刻上翻老家度，即係探佢啦，同埋計劃安排去搬埋同自己住嘅。點知咧一收到個信息嘅時候咧，佢仔爸爸咧就嗰日就自己搞掂自己。佢個女咧喺 Andrew 啊就話咧，爸爸似乎好啊在乎呢一段情，中意我 Jessica 啊。佢話其實爸爸咧。直到6個月前咧，都是一個很快樂、很樂觀的人嚟嘅。佢話今次佢識呢個 Jessica 真係改變咗一生啦，係唯一嘅激佢去。咁其實嗱呢一個咧，即係叫墮啊中式墮入呢啲咁就好痛啦。對我哋嚟講，我哋香港唔知幾多人俾人呃過幾多錢添啦。啊，呢個咧佢哋原來佢哋嗰邊咧叫做 Pick Butchering， 即係劏啦，即係劏豬行動。咁啊用網上虛假情緣養肥受害人，再呃錢咁樣。咁啊，呢啲真係太撚多啦，係嘛？咁啊，甚至乎到而家咧，我有啲 friend 都仲玩緊嘅喎，男仔擺明係玩我，但係有時悶啊。佢話佢悶望嗰個咪撩下佢咯。我但係對面嗰個係咪女又未必知嘅喎，啊咁都有得玩喎、啊。你俾我，我肯定要係女先。嗯。啊，我就算玩到啊，好啦。咁啊 ，CNN 透露咧，淨係舊年咧有報案嘅咧。而損失嘅咧就係40億美金，即係300多億港幣。咁你美國大啊嘛，咁我比例係大噶啦。比2022年咧增加咗53%。而咧呢啲咁樣嘅不法分子，大部分咧都係由中國幫派經營。嗱，我唔知點解會咁講啊。喺東南亞為基地 ，KK 來源係啦。咁喂，據我所知好多台灣嘅喎，你唔好下下屈我哋中國喎。俾我睇到，唔通美國佬又想射我哋？咩啊？咁佢哋講啊嘛，台灣就是中國嘛。啊，咁啊係，係啊，中國台灣咯，都係嘅。OK， 好啦，嗱，另外我哋睇女台中市豐原警分局，因為要拍片宣傳防詐騙，嗱，全世界都要宣傳。其實而家真係越難越防啊，尤其是咧有啲少接觸啲新科技嘅朋友，你淨係諗下 AI。好普通，你而家打到個 Apps 肯俾錢嘅話 ，Apps 啫，一個 Apps， 屌你可以換面同你，好容易喎，都幾自然嘅某程度。你真係網上見到有條女靚嘅，有條仔正嘅，換咗嚟做自己都得。
係啊，你可以換面，或者你譬如話啊，我將呢個 Mark 哥個樣子，換撚都係 Billy 個樣子，繼續做戲都得嘅喎。咁你諗下啦，你如果再精細啲嘅，FaceTime 又好，話把聲學到嘅，喂阿媽。咁你當然啦，你唔好彩啦，好似嗰日嗰個早兩日有個佢冇細路嘅，你話喂我係你個仔，咁你嗰個梗係萬蚊保石，係啦，嗰個梗係賴嘢啦。但係如果佢係真係有細路嘅，喂佢真係好容易中喎。嗱，佢都叫做簡易。喂，但係當你有埋嗰把聲，有埋嗰個樣咧，你真係中嘅喎。嗯，係嘛？好啦，講話所以台灣咧，呢個台中市豐原警局咧，都諗住要拍條片嚟宣傳。咁今次咧，佢又唔知點解喎。佢就揾咗，佢又唔揾自己人喎，唔揾明星喎，揾咗台北市一個女警，叫阿小哲許小哲，嗱真名叫許於哲啊，不過佢自己叫即係網名叫小哲咁啊，小哲咯，就邀請阿小哲拍呢個假交友詐騙嘅宣傳片。好啦，影片一播咧，網友熱議，點解啊？因為小哲太靚啦，佢話如果啊。真係有咁樣嘅小哲嚟呃我，我哋自願上當啊，唔緊要啦咁樣。嗱，阿小哲咧外形好，又有好歌喉，喺 IG 又好高人氣喎。原來曾經參加過多個歌唱啦、綜藝節目。OK， 咁咧佢除咗警察服裝咧，就嚴然係偶像實力歌手，被稱為警界鄧紫棋。嗱，首先我真係唔知道，我做警察可以做到咁嘅？我都覺得唔好理啦。喂，鄧紫棋，你話實唔實力嗰啲，我唔同你討論。喂，鄧紫棋一啲都唔正喎，但係呢一個小呢一、這個小小節真係正好多喎。鄧紫棋啲歌喉點嘅？唔係歌喉，我而家講正啊嘛。係。鄧紫棋邊度算？如果講正真係唔正啊！你話係咪 Itabo 咧？咁實 it 㗎。O K 啊。你連阿譚慧珠都話可能有人會 it 嘅，咁你鄧紫棋都有人 it 㗎。但係你阿鄧紫棋都唔係。唔知譚慧珠。鄧紫棋都唔會係飛機偶像咯。嗯。嚇、啊！鄧紫棋會 it 咯，你唔係飛機偶像咯。啊、好啦，咁當然有人各花入各眼啦，可能有人都會揾我做飛機偶像嘅嚇。咁啊、台中市豐原警分局就話咧，近年嚟集團咧成日用啲帥哥美女嘅照片建立假嘅交友檔案喺網路上，對不特定被害人下手欺騙。其實老實講啊，屌你老尾，你都自量啊嘛。嗯。喂，你無撚端端，我一個表屌你老母閪，喂46歲，屌你老母閪。做實 Q 嘅有條撚樣，咁當然呢個世界上好似我講我哋個老網友咁樣係有額外嘅，咁但係你要屌你老母，照下自己嘅樣有冇咁好運咯，係嘛？行個街道，喂哥哥，屌你老母，咦？屌你老母呢一個咪係屌你老母去 Nvidia 嘅晶片，哇幾萬蚊你咁得粒嘅喎，一睇，哇喺度幾十粒喎，喂不如我同你分咗去咯，喂你覺得你會咁撚好彩？你照下自己嘅閪樣啊嘛要係嘛？或者話？屌你嗰條女，哇靚撚我屌你老母，靚撚我屌你一，即係屌你20年前嘅舒淇，屌你老母閪，我約你出去打炮，叫你先買，屌你1000蚊唔知乜撚嘢，屌你老母閪 ，Google 咩多啦，你又覺得會，你覺得係嘅，屌你老味，所以我都唔係好同情。咁啊豐原分局個分局局長就話咧，嗱而家假交友詐騙手法咧，咁啊其實就已經變種噶啦，基本上咧。他們都防無可防的，總言之你們永遠記住，我覺得他呢就最簡單直接了，談天可以，談錢免談， OK， 無謂人才兩失，談天都浪費時間，談天可以，你有些人真的這麼寂寞的嘛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屌你老闆有沒有好，有沒有好談，喂，懂得的，不要說我不懂，懂得的，有時說多兩句都不去煩，那是騙徒來的，是吧，屌你老闆有沒有好談，老實講啊，有條友當你識得嘅，好人唔揾你，突然間揾你喺度傾閒偈，又唔願走嘅，十居其八九，臨尾一定係借錢。問你係啊，問一定係啊，夠膽講啊我。OK， 好啦，喂，我哋睇呢個許小哲呢、這個台灣女警啦，台灣妹咧，你問我咧 ，over all 都真係正嘅，你咪話真係冇得傾嘅。屌你，我睇下呢個台灣妹先，阿小哲，嗱，喂，我覺得似啊柯丁丁啊，先記唔記得邊個柯丁丁啊？丁丁，我即係以前大幾年咁。係大幾年嗰個去咗美國教啦。呢一張相我突然間睇到咯。係嗱，講真，你就咁睇咧，佢已經去某一程度咧，去到真係上鏡水準啦。我話咪明星好靚嘅女一回事。咁如果你話係做警察，就直情冇得頂啦。嗯。啊，好下一張。
我連犯罪都要拉啊！我要喂係嘛？喂有啲似林希蕾喎，林希蕾，啊、有啲似林希蕾喎。佢淨係啲頭髮24歲最 fit 啦。係，再去啊！嗱，我要犯法啊！你話反而咧，喂你可以咧著住制服都咁樣啜嘴呢啲喎，哇真係嚇、啊，即係啲皮膚好啊嘛，下下張。嗱呢啲佢哋平時食咁煎炸啲，好撚熱氣喎、啊！阿哲小姐，飲飲翻條啤酒啦，可以嘅，頂得住。好，再去。哇！我要做馬騮啊！屌你老味係，喂呢個馬騮嗱，你如果同狗打飛機，你覺得接受到嘅？同馬騮打飛機，你接唔接受啊？屌黐線！馬騮即係人，即係咁好撚似人啊嘛！同佢打飛機，接唔接受到咧？好，再去。嗱 ，OK 嘅佢，嗯啊。哦，最後一張，啊呢張未係最後啊！食薯片啊！哇，屌你老母係，但係可以上鏡，咪著住制服可以影呢啲相。係咯，咁嘅台灣。屌你擺 IG 嘅咩？唱歌又得出去。唔係你 off 咗都話啫，而家你即係著住制服嘅喎，呢個時間啊，再去。最後啊！嗱，哇！後面都得，後面嗰兩件做咩事啊？嗱，所以咧，嗱唔好講女仔仔都係啦，所以咧，真係咧。好在後面嗰兩個都唔係咁樣，唉，都係咁樣嘅。其實後面嗰兩個咧點啊？發現到啲好嘢都係啊！嗱，我都話啦，除咗眼鏡，始終取珠。係點算？你唔會諗住見佢嘅，但其實唔係好肉酸嘅，普通女仔咯。哦，普通。所以台灣都好多呢啲普通女仔嘅喎，其實。係啊。但呢啲普通女仔一化妝咧，有陣時都會靚嘅喎。咁但係就咁一睇咧，就已經冇得傾啦，係嘛？就係屌你老尾！所以話咩欣賞內在美，屌你冇撚夾，冇撚虛偽啦！你老實講，譬如呢兩個女仔都唔差嘅，你會發掘佢嘅優點。但係咧，佢第一眼優點唔係啊，你即係認識佢之後啊，係第一，我哋都唔會因為佢唔靚歧視佢噶嘛。嗯，做朋友 OK 係嘛？你唔會理噶，即係所以我覺得好唔明啲左交。有兒波都 OK 嘅。好似我哋話，喂呢、這個女仔靚啊，嗰兩個女仔唔靚，咁你就係叫傷害兩個女仔。咁有幾多人會兜口兜面同嗰兩個女仔，你唔靚咯？唔係咯，唔會咁講嘢啊嘛。小姐靚咯，即係唔會噶嘛。條女。佢撩我都制啊！又或者喂，我譬如我佢一班同學，邊個都約啊小姐，就唔約嗰兩個女仔，咁係咪嗰班男嗰班人歧視咧？又唔係噶嘛，係、嘛？所以多撚魚嘅上進啫嗰啲係。係啊，但係OK 嘅，好翻嚟。嗱，我哋賣幾個廣告就去最後一節啦，賣下廣告先出獎。生意淡薄咁啊，都係，但係你話係咪不如多搏？今日有幾個行街上嚟，唔係俾嘢我睇。係純粹傾，喂，真係好靜喎！俾你講點搞點搞點搞，我有乜點搞啫？有乜好點搞？二月比一月靜，三月比二月靜，四月比三月靜，五月比四月靜，六月比五月靜，五窮六絕七翻身，七月仲靜，因為放暑假啲人出去添。好嘅，即係我而家我淨係面對住我每日要掉嘅嘢啊，即係過期嘅話點樣咧？我都好撚惆悵。OK， 好啦，都冇辦法㗎啊！咁所以有陣時我真係話咧，喂，香港。你話要繼續搞好經濟呢、這個當然啦，因為我同大家講，從來唔好講香港喺現代一個唔好講都市啊，你錢唔係萬能，但係你冇錢就含得冧橡皮糖。而香港係咁貴，係嘛？咁你一定你揾少個錢你都生活唔到。如果真係經濟繼續係咁樣，大家睇唔到希望嘅，喂個個都好似啊九龍蘭桂坊之母咁樣，就更加死得快。啊、就更加死得快，咁就真係到時唔走都要走，因為點解咧？你冇嘢嘅，揸住三兩百萬嘅喺香港，你又係等死。你去到有啲生活水平低嘅，你去到銀川咁樣，屌你上次啊，上個禮拜你講喂咁嗰啲，我諗你揸住幾百萬就過世啦，嗯，係嘛？咁你唔係點啊？咪安樂啲咯。你香港咁貴，人哋幾蚊就碗面食啊？咁啊，所以咧，即係尤其是而家你外資又減少嚟香港啦，淨係啲高才。喂，屌你四萬幾個啊！大陸嘅，屌你幾十個香港嘅，唔係美國嘅，咁你死唔死得啊？嗯，啊，你計噶嘛？有陣時一啲有消費力嘅外國歐美人士，喂，佢租啲咩屋啊？佢啲仔女讀啲咩書啊？佢出街食咩餐廳啊？咁就帶起好多消費嘅。咁你而家嗰啲乜嘢咩咩咩美利樓嗰啲咁樣咩意大利餐廳要執，因為點解咧？嗰班人咪係食嗰啲會 support 嗰啲地方咯，就咁簡單啫嘛，係嘛？香港嗰班最有實力嘅中產就走咗，
喂，咁講嗰啲無謂啦。咁我哋講翻我哋自己嘢先啦。嗱，呢只係沖繩原產嘅清澈檸檬汁。嗱，清澈檸檬汁咧，咁就愛嚟開水飲嘅，日常飲用又得，愛嚟入讚都得嘅喎，愛嚟煮嘢都得，咁啊自己各自發揮啦。咁佢咧就喺用恐怖醫學度介紹過，咁啊好有效防止呢個阿茲海默症啊，即係老人痴呆啊。咁點解咧？就係因為咧。日本科學家就發現，咦？點解沖繩呢一個島上面嗰啲有啲老嘢過得咁 Q 老，八九十歲、一百歲，而個個都冇老人痴呆症嘅？於是乎就睇下你嘅生活習慣入邊係乜嘢咧，就發覺原來佢哋咧個個都用呢個清澈嘅檸檬汁咧愛嚟清澈，就唔係話呢啲水好清澈嗰個清澈喎，係切你一刀、切你一刀兩刀嗰個切喎。OK， 原來入邊有一種啊，我唔記得叫檸檬梅啊嘅嘢啊，係可以令到即係防止我哋。即係會患上呢個阿茲海默症，即係老人痴呆啦。咁我覺得即係其實我哋都要飲噶啦。最重要就係佢好飲啊。OK， 咁啊168蚊。OK， 好咁啊一樽其實都飲一兩個月嘅，因為你開稀去飲噶嘛。下一支，下一張。嗱，一條筋我好耐冇講啦。呢個係樽裝嘅一條筋。嗱，你其實咧有啲風濕啊、痛症啦、濕疹啦。都可以嘅喎，嗱，除咗呢個碌碌裝68蚊之外咧，我哋仲有支大碌裝嘅，我嚟飲用或者我嚟添加落呢個一條筋度都可以嘅。咁嗰支係298蚊 ，OK， 咁啊，大家識隨豬面啦。其實我叫 recall 啊，大家我係有呢啲嘢賣咁解嘅啫。OK， 好再好啦，金合歡洗頭水啊，呢個係我哋咁多隻洗頭水嗱，我哋金合歡洗頭水啦，即係無籍洗頭水啊。咁我哋有嗰、那個688蚊嘅微辛。菌洗頭水啦，即係有個益生元走入益生菌啊，走入你個頭皮下面嘅。咁我哋有馬油嘅洗頭水啦，我哋有另外一隻就係Alipi 啊，即係法國嘅堅果油洗頭水啦。咁淨係我而家除有或者仲有隻檸檬，就係我哋印度做泰國做嘅 Ayurveda 嘅檸檬巢皮啊，唔知點解喎，巢皮檸檬洗頭水喎。都是無籍的洗頭水嚟嘅，都是有助，即係起碼佢未必好似金合歡咁樣會令到你堅固啲頭髮，但你唔會即係因此而堵塞你個毛孔咯。咁啊，我諗呢個係你哋想防脫髮嘅第一步做嘅嘢。咁有平有貴，啲支190蚊啦，咁有啲平啲啊，130蚊啊，100蚊到都可以買到支無籍，即係冇化學成分啊嘅洗頭水嘅。好再去，好啦，嗱呢一個咧就係 Ayurveda 嘅按摩油，我冇特別要介紹今日。介紹我甚至乎唔記得佢幾錢，好似118啊！咁我哋不嬲賣得好好啊，其實咁啊點解我今日會拎出嚟講咧？因為除咗我嚟咁樣做 massage 之外咧，你捽落去之外咧，咁其實我好介紹啲網友咧過去啊，就係用我哋個波野掌咧，我嚟推油推佢入去，因為波野掌係全市面上唯一可以喺關節上面咧，即係膝頭哥都用到啊嘅按摩器啊，因為其他啲就揼到你，如果你關節地方就會爆光嘅。咁呢個你可以試下，呢個非甚至乎蚊叮蟲咬都得嘅喎。OK， 去唔去先？嗱，最主要咧，我就想介紹下呢個波野掌啊。下一張，嗱波野掌咧，嗱聽清楚啦。咁我一向係買599嘅，咁其實我已經做緊啦，買好多。佢可以換四個頭 ，OK， 可以我嚟按頭皮啦，我嚟按腳底啦，或者可以我嚟減肥消脂啦。最主要就可以直接按關節啦。但是因為上燕小姐咧，佢唔會再做呢個產品噶啦，咁所以我哋而家咧係賣399 ，OK？ 咁你喂你驚佢喂，因為我哋唔會提供保養噶啦，有問題7日內拎翻嚟換個噃，7日後咧，因為佢大約佢嚿電咧年零兩年命噶咋，因為其實係嗰個廠唔做啊，所以上燕想做都唔得，咁啊而家我哋399，嗱399，嗱非常抵用啊，到時我先。逐即係同你哋上到嚟啲同事教你，喂邊度係用乜嘢，邊度用咩嗰陣時先教你啦。嗱，聽住咯喎，399。凡真買波嘢獎，下一張就係卵殼膜啦。嗱，呢個叫孖寶，就可以用499買一支原價599卵殼膜。卵殼膜而家做緊乜嘢？卵殼膜不嬲係599，買六支或以上就539。但係而家咧，因為我太多呢啲膝頭哥即係有痛症嘅朋友啦，咁我做一個。package 咁樣啦，買399嘅波爺掌就可以用499買一支原價599嘅卵殼膜。當然你倒轉得嘅，你話我499買支卵殼膜，然後399買個波爺掌得唔得？得係冇問題嘅。OK， 咁你話我唔買波爺掌可唔可以499咧？唔得。OK， 因為我咧係要幫，其實最主要唔係賺錢，係幫上燕散緊啲波爺掌。咁點解我對上燕咁好？
唔好問，大家朋友好唔問，朋友就要對佢好啲，嗯，對唔對啊？都係好。仲有冇講關於呢個 promotion 嘅？應該冇啦。嗱，冇休息一陣啦。嗯。